孩怎么那么傻呢？女孩，你自己觉得自己傻吗？没有说，我觉得我挺贱的。你知道为什么傻吗？其实有一句话，就是恋爱会使一些人变傻，尤其是恋爱当中的女人。你没有真正认清她的内在的这个人的品质。前女友你非常介意的，而且她也知道前女友要干什么。不，我们就是6年的有这样的这种朋友。啊，我不可能跟他分开的，知道你最怕什么，还这么做，把你放在什么地步？你还敢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啊？你还为此还要糟践自己啊？啊，故意气他，做一些过分的事情啊，最终把自己也害进去了。所以姑娘，别傻了，好吗？清醒的看到这个人的真相，他对你到底是有几分情意？几件事儿全都摆在明面上，你呢其实也傻，这种傻叫自作聪明，以为自己可以掌控全局，以为别人都傻，做人要堂堂正正，而谈感情呢要专注一个人，而不是心里怀揣的别人还在说我没有啊，我对你是很好的呀，你这叫自作聪明，因为你做的事情让所有人都能看得一清二楚，只不过他身在局中不知道而已，但总有一天他会认清你，而认清之后的你一定是孤单一人，因为你这样不对别人付出真心的人是不配获得真爱的。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曲总。女生傻是吧？她不傻怎么会跟你啊？你就是欺软怕硬吗？知道他对你情感上有依赖，喜欢你，想和你好好的，你就欺负人家呀？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的，你对前女友余情未了，你的心完全是冲着他打开的，还什么6年多的。真的觉得这个男生做了太多让你不开心的事情，不尊重你的事情，你为什么每次说起这些事情的时候你那么眉飞色舞呢？你没发现你今天在舞台上的表现说得可开心了，为什么？你告诉我，你不是应该是痛斥他吗？你不是应该很愤怒吗？你不是应该很伤心吗？你怎么会说得那么眉飞色舞的呢？为什么？你告诉我。你没有感觉到讥讽吗？我没感觉到，你们感觉到了吗？我真没感觉到。我跟你以前不认识吧，说明我对你应该没有成见，所以这就是我的第一感受。如果说你内心深处是想让他感受到你的愤怒，你的悲伤，那对不起，他可能感受到的跟我感受到的是一样的，就是你
虽然有一些不舒服，但并没有那么难受，并不痛苦，所以他才敢这样。